用台语哦。好，好，加油！今麦开始哦，你嘛爱加油哦。好，是靠台语哦，你的台语真的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宇杰。今麦爱荒岛生存二选一。你爹公嫂干嘛来到翻你？荒岛哦，生存二选一哈。徐凯跟黄玉荣。徐凯为什么？因为伊会晓潜水，就是因为在荒岛都是水嘛，所以咧，一定爱有人会当游泳。徐凯跟吴林山，还是徐凯？徐凯跟李正，徐凯跟你哇不一样哎，因为你知道正宇就是他是很多法宝，他身上有很多的医药用品。之前我有受伤，他用了一个很厉害的药，我的淤青就很快就没有，然后我本来解他过了一个东西，但是要用很久才能好。那可能是李正宇，正宇林文怡，哈，好难哦！一个是精神支柱是林文怡，我选林文怡。林文怡小甜甜，哈，这好难选，我没办法选，我两个都要。谁的功能比较多？谁的功能比较多？可能是很难说。因为小甜甜跟他这次出来，我觉得他也蛮厉害，但是林文怡我们没有出过国，怎么办？我不会选，我怎么选都不对啊！拜拜。刚你中岛了后，过中岛是啥物啊？过了中午。哦，过了中午。你会变成小甜甜。嗯。会去欧北省。嗯。你要做啥？欧北省要对象。要做啥？要做啥物？我觉得这部戏可赞了，大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会给你们看我的。那在林家伟，好想打我自己哦。